一国是根，根深才能叶茂；一国是本，本固才能枝荣。近年来，我们开播了粤港澳大湾区之声，同步推出大湾区之声新媒体平台，以丰富的资讯和亲切的表达，受到香港同胞的欢迎。我们举办的盛世华章耀湘江系列活动，在香港掀起了收看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的热潮。 为更好服务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、保持香港繁荣稳定，中央广播电总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进一步深化合作，准频道、准频率的播出将为香港同胞提供更多喜闻乐见的视听节目，帮助香港同胞更及时地了解中央大政方针和国家发展战略，激发与内地同繁荣、共奋进。今天，总台还将发布粤语广播剧《湘江兄弟》。 深度讲述内地和香港青年的奋斗故事，描绘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的美好景象，发布由内地与香港粤语人联手唱作演唱的庆祝回归25周年主题歌曲《我们会更好》，共同出发香港未来会更好的心声。